拥有台湾第一名模封号的林志玲，出道超过20年，冻龄外表、纤瘦身材是许多人心中的女神。但近日一张和丫头的合照却惊呆网友。丫头从出道至今，招牌娃娃音从没变过。平时常常与粉丝分享生活的她，28日开心晒出和志玲姐姐的合照。由于对方同样拥有甜美娃娃音，让她忍不住笑说：“娃娃音与娃娃音的对话是一个高频音的世界。”更大赞女神好正能量，好自然。合照po网后，照片中的林志玲却意外让网友惊呼认不出来是志玲姐姐。不过也有粉丝力挺，认为可能只是拍照角度问题，或是美机开太大。翻看林志玲近来po出的一系列自拍近照，依旧维持女神级的容貌，让人大大放心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